全球最瞩目的體壇盛事卡塔爾世界盃正式開幕啦！澳門葡京人同麥考斯諾搞咗全澳最大嘅室外世界盃直播活動，仲係以露營為主題㗎，可以一邊露營一邊睇波，仲係入場免費㗎，快啲去啦！現場仲會有食物攤位、音樂表演、文創市集，當然唔少得賽事直播啦，一家大細都可以嚟 enjoy 㗎。这个全新的睇波场地真的好正啊，有高清巨幕，绝对不让你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啊。睇波中场休息都不用怕闷啊，可以在这里的文创摊位行下买下嘢，我要 shopping 啦。睇波又点少得美食相伴呢，这里有多个美食摊位，可以边睇波边享受嘢食，正啊。还有为本届世界杯特别设计的手工啤酒、口罩和锁匙扣，好受欢迎啊。以为舞台就是用来看波，那你就错了。无波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精彩表演，看看大家听着歌等看波几超。现场还有得意的足球游戏给同班朋友一起互动，全程投入世界杯狂热气氛。来到自驾军上区这边，除了有很多型仔电单车给你随便打卡之外，大型幕旁边还有超巨型的原创图画，所有区域都很酷啊。揸车的朋友都可以将车停在这里，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，同现场球迷们一同狂欢，摊在自己的车入边睇波就最舒服不过啦，真的很舒服啊！同班 friend 一起吹着自然风，叹住啤酒，撑自己中意的球队，咁超嘅睇波热点真的正到爆啊！如果唔想同人争去坐，仲可以预订 VIP 台噶。商场入边仲有一个经典球衣展，球迷们唔好错噶啦！即刻约齐亲朋好友嚟葡京人享受呢个充满现场感、气氛超热烈的足球狂欢派对啦！